回答一下，因为你以前你看第一首你骆雨笙合作的是周杰伦，可是后来你就去找徐佳莹、魏如云来唱歌，你踹这些新人，你有什么样特别想法？因为你找新人唱你的歌，可能比不上你去找那些大牌歌手一下子就红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很喜欢音乐人好几首歌曲，可是因为可能他刚好不是最有名的歌手唱的，是那英、王菲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不是那英、王菲，他可能没有红到那个程度。那其实有些歌曲很棒很棒，像我非常喜欢你写的，帮刘若英写的那首《北京》，那个歌原本的歌名叫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。我写了一个城市爱情的系列，包括上海，我还写了香港、吉隆坡很多城市爱情。然后他特别喜欢这个歌词，他觉得那歌词很贴近他，他当时就毫不考虑的要一定要演唱这首。那首歌可能是刘若英唱的歌里头最像她在演戏的感觉。哇哦，是是是，谢谢文倩姐，谢她知道一定很，我一定跟她说说你很喜欢这个。